欢迎收看花瓶的免费观众。上一集我有说到，今天呢，我们来玩情人节单位。在情人节活动的时候呢，我是在休息啊，所以我错过了没有玩到呢很多情人节单位。不过有很多热情的观众呢，送了我很多不一样的情人节单位啊。如果没有你们的话，就没有这一集了。再一次的感谢你们呐、啊。那么我就来玩重做的沙漠关卡，我们就来挑战噩梦模式吧。没错，我已经很久没有拍影片了，来挑战噩梦模式啊。所以，哎，我们今天来挑战一挑战。我就先来说一下我的组合。首先呢，赚钱单位呢，原本我是打算呢要用这个玫瑰农场啊，不过呢赚钱呢实在是太少了，所以呢我就用圣诞老人吧。第二个呢我就会使用这个绿色蕾丝啊，因为它有减速效果。情人节活动的单位呢没有减速效果啊，所以我只能用这个绿色蕾丝了。第三个呢我会使用这个大心脏音响人，这个我已经介绍过了，所以我就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就来玩这个丘比特女监控人啊，它是第一个呢有穿透效果的单位，而且伤害有9000呢，在传奇里面算是很高哦。这个留恋跟传奇的伤害呢会特别高啊，这个呢我上一集已经说过了啊，作者真的是那个设定真是越黑越乱来了。我这里就不多说了，我们就看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新的女电视人了、啊、她是神话级等级的，她有特殊的效果，她可以把你基地呢补血，也可以把你基地的血量增加更多啊。 DPS 有20000，而且还有爆炸的范围效果诶、欸、哇、哦、这个就真的很强哦，真的很强。只不过她有个缺点啊，就是她最多只能放2个单位而已啊，所以她强度呢被限制了，就跟这个工程师一样啦，她其实算是强的，只不过它被限制了，所以就变得还行还行啊。毕竟这两个单位呢都是 0.1% 的很强的单位啊，所以被限制了真的有点可惜啦。我觉得是时候要开放多一点啦。不过女电视呢我还没有使用过啊，所以呢它的实力可能比我想象中还要强哦，所以要限制啊。等一下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吧。 OK 吧，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情人节的单位呢可以不可以打赢这个噩梦模式吧。 OK， 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游戏开始吧。Let's go。然后呢刚刚我想起呢，这个是我第一次玩的新地图啦，我是有看过它的地形，然后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打得过的，应该打得过的，毕竟我们有丘比特咧，可以穿透效果啊，应该是可以的吧。 OK， 我放这里，然后我就放第一个单位，我就放这个大音响放这边吧。 OK， 来这里，拜托你哦，这大音响一开始伤害是不错高的、啊、就要撑住啊，撑住。打噩梦模式呢最主要呢是一开始呢你要赚这个赚钱单位呢要快点升满它，这就是第一的关键。如果做到的话就哎，等下你就玩的可以更很轻松了。我这里再买多一个减速吧，我放这里吧，我怕有些单位跑得太快了，等下就跑扩容了。升满这大音响，这大音响其实升级很便宜啊。我这里再买多一个吧，买多一个，毕竟它 DPS 才1000而已，所以我最少要买2个以上啊，不然就怕打不过。 OK， 这里呢我就先买一个丘比特吧，来这里攻击下吧，增加更多伤害。然后这丘比特的升级呢好像会便宜吗？一开始100块就可以买了，然后升级300，诶我下一个等级就2000了，哇一下变好贵哦。它应该是升级贵，不过它等级少啦。 OK， 应该是这样。然后我这里呢买一个这个新的女电视人先吧，放这边先吧，放侧边。我这个女电视呢伤害一开始是算是高了，只不过攻击速度太慢了，太慢了。下一个等级要6500嘞，哇好贵哦。他应该是等级3等级4就升满了，应该是啊，应该是。来吧我就升下去吧，升下去，我再买多一个看看。你看他造型升级好像没有什么改变啊，只是旁边多一个那个翅那个羽毛而已啦。哦，它是有防御的效果哦，赞哦，这一点赞哦，不错不错。这个女电视呢是下一个等级呢要12500了，哇真的好贵哦，好贵，一下变得好贵哦。升级吧，哦果然是啊，等级3就升满等了。攻击速度呢是真的是很慢啊，不过伤害就很高了。范围呢有45啊，跟那个厨师是一样的，不过它爆炸范围呢会比厨师还更远啊，有20。只不过呢刚刚我说过了，就是呢它最多只能买2个而已啦，太可惜了，真太可惜了。 OK 吧，接下来呢我就再买多一个丘比特吧，我就放后面这边吧。我们来看一下等级E呢和满等是长什么，特有什么分别啊？满等的它监控呢就有一个羽毛啊，而且它的监控颜色不一样的，就这样啦，没有什么特别。那么的话我就先买完这个丘比特先吧，希望这个丘比特真的有帮助到我。我就放一排吧，放这边。这个大音响呢卖掉它吧，已经没有用到了，已经没有用到了。这个雷射我也卖掉吧，我放后面一点吧，我就放中间吧。 OK， 现在我存一笔钱了，我就把所有的圣诞老人给卖掉它吧，然后就买所有的丘比特，哎，放在这里包围着我的这个啊绿色监控人啊。有没有，这个镭射监控人太幸福了，所有的女监控人呢都在包围着你嘞，哇这是后宫吗？
这个雷射呢，我要放后面啊，放后面这里，放这边，因为呢，它只有防晕的一次效果而已啦。这个女电视呢，可以阻挡更多防晕的效果、啊，所以呢，我就放前面了。OK， 那么超过40波了，我觉得，哎，还蛮简单的嘞，还玩的蛮轻松的。我知道了，如果作者呢没有限制更多这个女电视人的话，我觉得这个女电视呢会抢过头啊，所以作者呢只是限制呢最多只能放两个啊，应该是这样原因啦，怪不得啦，哎，真的很强啊，真的很强。OK， 我们就看一下，等下会不会通二关没有？在那之前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吧，新的沙漠地图嘞，哎，老实说，哎，酷哦，真的很帅哦，制作到有一种西部的感觉啊，牛仔西部的感觉啊，只不过这里为什么有一个外星人啊？哎，外星人降落了吗？可以进去吗？有什么彩蛋吗？不知道作者有没有放一些彩蛋没有呢？如果在这新地图也放彩蛋的话，我觉得是很不错哦，增加更多寻找的乐趣啊。那改次呢，这款游戏呢就叫做寻找马桶人游戏吧。Sorry.I don't know what you say. 看起来46关了，还是很简单，非常简单。哦，哎，等等，这是爪子哎，哎，这是什么恐龙的爪子吗？这是什么恶魔吗 ？OK， 第四个九波了，难度提升哦。哦，现在它、啊、还是哎，还可以哦，还可以哦。哎，刚刚我是有防晕效果吗？我是有防一轮的晕效果吗？ Nope. 没有。OK， 第50波了，哎，超意外的50波。还是那么简单哦，哦，我觉得应该可以通关的咯。哦，你看这个博士哭起来哭得很快耶，简单简单。OK， 麦克节省出来了。哎，不过我现在注意到了，他名字叫做巨大光。这反应也太烂了吧！现在血量扣的也算快哟、哦，算快哟、哦，也可以哟、哦。我觉得不只是这个女电视人的功劳嘞，这个丘比特也很强嘞。这穿脱能力，你看。17分钟就结束了，太简单了吧，我真的没有想到哦，还蛮简单的。OK， 那这些情人节单位呢，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强啊，怪不得有观众告诉我呢，这些情人节单位呢是可以打赢恶魔模式的，还是说恶魔模式难度有调低呢？我不清楚啦，应该是没有了。OK， 那么最后呢，其实有一位观众呢，他留言，他告诉我他送了我一个绝版的单位啊，我们来看一看是什么单位，绝版的单位。哎，这个超稀有的，我记得它好像是排名第二、第三名最少人得到一个单位啊，目前呢只有8000个人得到而已嘞，哇，超稀有的。我在影片吗？没错，你在里面了。非常感谢你的支持啊，可以让我拍更多不一样的单位了。那么我找一天我的空的时候，我就来拍一集给大家看吧。那么亲爱的观众送的礼物呢，其实呢我已经看到你们的留言，不过有些留言呢还蛮有趣的，也蛮奇怪的。阿华，我上电视了吗？我有上电视吗？没有。听说阿黄是单身狗，走开！给你抽神话，我、哦、好哦，哎，我来抽抽看，说不定真的可以出神话嘞！来来来，抽神话，来哦！哦，丢下你箱子，我箱子啊，等等，哦，出来了，是什么单位啊？看不到，我看不到，哦。又来到功劳的时间了，没错，只要你送越贵的东西，就会越。哎呀呀